台电报告的3倍，且深澳电厂10年前已拆除，当地民众与环保团体迄今一直反对再建电厂。107年3月14日，环保署进行深澳燃煤电厂环境影响差异分析之环评大会，席为环保斗士詹顺贵晋升环保署副署长后，居然强势主导并出卖理想，竟投下关键一票，让深澳燃煤电厂环评过关。议委员会做成决议，此次环评会议应退回重审机，詹顺贵副署长应下台以示负责。提案人委员王玉敏、徐志荣、陈怡明、许淑华、蒋万安。